This is Hit Award.2020年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，我们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。在今年我们以为平时可以一起吃饭去健身室做 gym， 原来这些通通都不是必然的。在这个新常态之下，我们希望创造出更加多爱和关怀，就是给身边人和为大家打打气的。所以我们就以此为主题，就是有一系列的精彩片段叫做劲爆创造精彩片段，为大家打打气啊！好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都可以鼓励多啲身边嘅人啦。咁样今日就嚟到呢一个就系工厦嘅天台，就系叫做绿油天龙场啦。而呢个绿油天龙场咧，就系由爱传递非牟利慈善机构就系所营运嘅。佢哋利用就系鱼菜共生系统就系教自闭青年就是自力更生啦，同埋投入社會工作是非常之有意義嘅。今日咧，其實就係嚟到呢個工廈啦，咁啊參觀呢個農場。呢、這個農場咧就係綠油天農場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哋今日有負責人 Louis 啦，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農場咧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啦，點樣運作啦，咁點樣又有魚又有菜嘅咧？咁同時之間咧，其實我哋今日咁多位同學仔咧都會有一個親身嘅體驗嘅。咁啊，呢個時間就交俾 Louis 啦，唔該曬你。Yeah, thank you.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綠油天天台農場，係 Rooftop Aquaponic Farm。我哋呢個農場咧，其實係幫助係 Love Express 同埋 Green Sky 咧，係傳播一個訊息，就係幫助自閉症嘅孩子去認識魚菜共生同埋生態成個 ecosystem 嘅。咁同時間咧，亦都係一個 education 嘅 centre， 係教導佢哋點樣係從事魚菜共生，係現代科技農業。傻瓜裏邊第一就係養魚嘅地方。我哋呢度咧喺呢個場裏邊有四種唔同嘅養殖嘅魚。Grow Media 魚菜共生的 aquaponic 方法咧係最簡單的，同埋佢種出嚟嘅嘢魚同埋成個 filtration system 係比較容易嘅。有冇意思啊？好。好。養魚菜之後咧，啲魚。好，大成功。This is your move。冇人過。你看到這裡呢度咧，香港麻麻地味，啲粉味水味，依家就係會一二三，你嘅食糧都係早晚咁樣餵嘅，同埋係定時，即係好似人一樣嘅。佢哋好似飽咗我 Louis， 防蟲網啊，各方面嗰啲嘢，咁同埋我哋做好好多預防嘅措施嘅。佢完咗之後，嗰度就唔使剪噶啦，成嚿骨頭喺上邊。哇！好多人啊！好多人啊！我首先要多謝新城啦，咁同埋要多謝我公司 EG， 咁同埋填詞嘅陳耀森、編曲喬濤同埋監製阿華，咁啊好開心自己有份寫嘅作品可以攞獎，咁啊多謝我嘅 fans。係嚟緊咧，嚟緊喺新一年會唔會多啲自己嘅作品會出現咧？而家努力緊咯，因為明年。而家都已經明年嘅合作班底都已經定咗啦。咁監製都想我每一隻歌都會有參與、有創作、有參與。咁一班一個班底一齊去寫，咁所以而家都努力中。咁大家明年都會聽多啲我作品寫嘅咩？好，咁啊，期待你下年嘅作品啦！多謝曬 ，Deep，Thank you。勁爆生活體操曲得獎就係。好生日，我们都想旅行，大家的心声啊！我们都想旅行，最想去就是日本，因为今年年头想学滑雪，但系因为翻内地拍剧同埋疫情啦，咁啊希望越快越好，希望有奇迹同埋奇迹嘅，即系集气，希望嚟紧呢几个月可以去到啦。係呢一個本身諗住去 plan 去日本啦，咁但係今年反而咧令到你多咗時間留喺香港啦，會唔會喺個製作上啊，或者一切都係多咗參與咧？
歌曲？其實我們都想旅行呢隻歌係唔係好大路嘅，我成日都講咁都多謝公司咁大嘅膽，即係俾我揀嘅歌，或者即係揾吉新風啦，揾周耀輝啦、廖志華啦，咁呢個班底去做一隻，我諗都可以叫非主流嘅歌。咁嚟緊都會多翻音樂嘅，即係因為今年其實我諗有超過半年嘅時間都去咗拍戲拍劇，咁跟住嗰年就應該會多翻啲歌。Okay, 所以來年在2021年的 plan 就是以音樂為主啦，可唔可以講？希望咯，係啦，我都希望即係，例如疫情又好翻，可以多啲同大家見面，因為今年都真係確實係除咗 online 之外，都冇乜機會見到啲朋友仔。OK， 咁啊，恭喜曬洪卓立，咁啊，下年我哋喺 online 嗰度同埋喺電視度再見你。Thank you。爆躍進歌手就是曾立豪，好靚啊！就想話你好靚啊咁樣啦。咁啊，除住靚之外咧，都要講下啦。今年咧都係啱啱所講啦，好唔易過嘅一年啦。你自己咧，你自己今年咧得到呢個躍進歌手個獎項，感覺如何？好開心啊！因為呢一年嚟講都幾特別嘅，就是我好慶幸。即係一個歌手身份，即係可以唔使出街都可以工作到嘅，咁就錄多咗歌啦。然後喺歌曲嘅製作上都花多咗少少心思嘅。咁同埋要多謝新城啦，然後多謝唱片公司同經紀公司啦，英皇啦，然後就多謝天空之門嘅監製柯春風，跟住之後編曲嘅李吹同埋填詞嘅黃樂怡，同埋中意。海歌的所有觀眾朋友，來年咧，來年有冇諗過喺邊一年發展？同埋你啱啱所講，今年多咗新嘅嘗試，下年會唔會喺嘗試度再有啲突破咧？下年其實嚟緊就即將出新歌啦。琴日都拍咗 MV， 然後之後仲有一首都已經做，即係做係啦，做緊咯。所以就即係希望快啲可以俾大家聽到咯。我非常期待喺。好，恭喜曬 ，thank you！ 勁爆躍進歌手就係李直坤 ，Credit！ 我感覺又啱啱玩得好開心，同埋都見到你。啱啱你話仲想喺上面再留守一陣添。係啊，因為我本身都有種開嘢嘅，跟住我又覺得好奇妙啦，即係同埋我又好中意見到好多魚啊，跟住我覺得好環保成件事，同埋好多。不必要的東西都不需要用，即例如一些農藥啊，或者一些化學品啊，其實啊，原來完全不用這些東西都可以種到這麼漂亮的，即是質素是我直情覺得很好街市的，所以我就覺得很新奇，還有這件事很意外咯。阿D媽媽話你不夠膽在她那個農場，她說你只有個港字在個農場，在天台上種東西，聽到沒有？我不夠膽說她不夠堅持，不夠堅持啊。我應該 OK 嘅。好，咁喺音樂上面嘅堅持咧，2020咧又堅持咗喺邊一方面咧？同埋都係今次得到躍進歌手啦。咁自己進步喺邊度？你覺得？我覺得今年咧，我即係其實好坦白講，本身真係冇諗過會得到任何啲咩獎項嘅，所以我係非常之開心嘅。因為今年本身我自己最大嘅目標，我係想即係揾清楚究竟我嘅音樂方向係點樣。咁然後我覺得今年咧，對於我嚟講係清晰咗嘅，即係我開始將我自己嘅定位，我覺得係定得實淨咗嘅。咁所以而家即係定位係。個定位是那種音樂風格啦，我諗係。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啊，開始越嚟越揾到我拿手做啲乜嘢咧咁樣。咁所以我本身呢樣嘢已經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強心針。OK， 來年咧，來年嘅發展。來年都係自己多啲新嘗試。其實都想喎，即係因為可能好好彩地咧，第一年咧已經好快揾到依種 R&B。超超地嗰種感覺，咁所以可能下年都喺嗰個空間裏面睇有冇啲其他新嘅發展咁樣咯。OK， 好，咁期待下年嘅。Thank you， 都做啦。OK， 多謝 Gladys，Thank you。勁爆改編歌曲就係《愛你愛妹》。訪問裏面同你傾偈傾咗好耐啦，都知道其實你好
嘅嘗試啦。咁真係得到呢一個嘅改編歌曲啦，我換啦，搞下先。即係因為我都好多謝公司俾機會我啦，我係年紀今年都係已經好大啦，喺入行嚟講，咁所以我都好多謝公司俾機會我哋去做歌啦。咁因為做一隻 HiFi 大碟，其實都真係投資咗好多錢啊、時間、心機。咁所以真係好多謝啦！呢一首歌係曖昧啦，咁改編嘅係藝心啦，咁同埋監製德哥，咁大家都係喺呢首歌上面都俾咗好多心機，所以好多謝大家嘅努力。咁來年咯，我記得上次你就話你會多啲自己嘅歌曲啦，已經諗成點啦已經？其實 plan 緊嘅，咁但係因為嚟緊我哋都希望 HiFi 嘅路上面都會再繼續俾功夫落去，咁所以就可能會係做 HiFi 歌先咯。咁之後再睇下我哋可能下半年或者再下年就會做自己歌咁樣。Okay, 會唔會有多啲唔同嘅新嘗試啊？都會啊，因為其實上次我都好想啊，係啊係啊。咁因為上次我哋 HiFi 碟嘅時候，我哋都即係諗咗好多主題啦。咁下次可能我哋都會再諗多啲可以唔同多啲新鮮感俾大家嘅歌咯。OK， 咁啊期待你下次嘅 HiFi 碟，因為我都真係好睇㗎。好，恭喜曬你 ，Thank you。好，咁啊，恭喜曬咁多朋友！其實我見今日咧真係玩得好開心，希望大家都係覺得玩得好開心啊！咁啊，不如咁而家先一張大合照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有請咁多位歌手朋友。